请坐。易坤兄，你可以撤离了。还不行？为什么？我经营多年的情报小组，除了上海以外，已经成功打入了南京、天津、太原、大连等日本特务机关。现在撤离，等于是前功尽弃。如果你被捕，何止前功尽弃？我坚信，东京小组是不会出卖我的。上海这边又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所以他们还不会轻举妄动。撤与不撤，你我都说了不算。我会向上级请求指示。可否暂缓向上级汇报？我不能这么做。剩下的人交给你们了。院子里等你呢。
很佩服你的胆量。这跟胆量有关系吗？我这可是在自己的家里。可你的家还是家吗？永远都是。你既然来了，我的人就随时会狙杀你。请吧。那就变成随时可以狙杀我了，是吗？他们不会妨碍我们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你就那么自信？为什么不用我为你准备的武器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的时间好像并不多，如果你不能在五分钟之内杀死我，你和你的伙伴就休想活着离开这里。算你明白。你安排了你的人前来支援，但他们还需要十分钟的时间。你可以拖着我，或者咱们俩可以比比谁的枪更快。手刃了你，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了结方式。真没创，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？来吧。
杨秋叶，你没时间了，杀你足够。 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必ず林秋彦を殺して敵を討ちます。報告。入って。 国家地方警察総局本部特別調査組組長松本宮尾。松本さん、どうぞ。どうも。
どうも。自分に手伝えることは何でしょうか、松本さん。もう少佐も国際諜報団の事件は聞いているでしょう。手がかりによりますと、上海に協力者がいるそうです。我々の調査に 協力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。国家地方警察東京都本部の逮捕令状です。佐藤閣下。そうです。ありえない。佐藤閣下は私の師匠。彼のことは分かってる。彼は満鉄に欠かせない忠誠心のある後進なのよ。 あなたたちを手伝うどころか、上海満鉄もあなたたちのこんな調査結果を信じるはずがない。少佐のおっしゃるようであればいいのですが、お気持ちは分かります。帝国の利益を優先してください。ではあなたがたの証拠が上がるのを待ちましょう。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。閣下は今忠告派遣軍総司令部の顧問です。 総司令部が署名した命令がなければ、彼には指一本触れさせないわよ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必ず持ってきます。どうぞ。 それでは。慢走，二位。宋先生说你该怎么办？请你转告宋先生，不着急。 来个，我来是个云南人，这里个国人，你听到过没？司马浩桑的，这是他们从父亲那儿抢走。 现在我都拿回来了，谢谢你，你承担的太多了。
咱俩身上的有分别吗？这不像是你说的话。长大了，谢谢。 報告。入れ。閣下、この資料に署名をお願いします。最近本部から何か贈り物か。はい、満鉄の上海事務所の資料室にありますが。 分かった。はい。派遣軍本部特務部に連絡しました。反特務機構の上海憲兵司令部のことだと言われました。うん、確かにそうです。松本君はなぜ私たちを会いに来たか。 上海憲兵司令部はこの件は、許家印の特攻課の担当だというので、同僚に許家印に迎えを言ったんですが、許家印の人間が上海領事館の管轄だと言いました。これは私責任になってもいいからさ。しかし国家地方警察東京都本部のは上海では使えないんだ。内閣の 命令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は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要去跟我的朋友打个招呼。 我们2小时20分钟后，车厢内汇合。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。怎么是您？ 下一周了，那倒没有。过来坐吧。看这个架势，上海的任务你们执行的不错嘛。我们不但摧毁了日军的印钞基地，林秋燕还手刃了藤原纪子。虽然形势很好，但是你的弱点依然没有克服。是的。 弱点，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什么弱点啊？但我必须杀了他。我理解你，但是你必须要成长。明白。谢谢长官教诲。鉴于现在的形势，处座命令我们继续留在上海。具体任务是什么？ 获取日军下一步战略意图的情报。你知道佐藤秀忠是什么人吗？当然知道。你怎么突然之间这么问？我说的是他的真实身份。真实身份？ 就算你不知道吧，但请你转告他，他已经暴露了。据今天获悉，东京警视厅已向日本上海领事馆
提出要秘密逮捕佐藤秀忠的要求。他们是怎么查到佐藤秀忠的？在东京国际谍报团案爆发的前一周，佐藤秀忠已经和尾崎秀实联系过了，而那个时候尾崎秀实已经被监视。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情报，佐藤秀忠冒险和日本军方很多人接触过，他的行动过于频繁，早就引起了特高科的注意。等等，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？希望你告诉他呀，因为我认为他是你们的人。谢谢。我是不是可以离开军统了？尽快给我安排任务吧。我会。还要很久吗？这是我的紧急联络方式，你说好。我明天就会对你的工作进行安排。太好了，谢谢。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好嘞。下来了，你必须马上撤离。好的，明天上午我再处理一些事情。明天中午12点准时撤离。好吧，你慢用。佐藤閣下を逮捕するの？自分には分かりません。上部の命令を伝えるだけなので。分かったわ、すぐに何か行動に移すわ。では失礼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Thank you.
座れ。本当にあなたが本当に彼らと関係していると？証拠があるからここに来たんだろう。あなたの口から直接聞きたいんです。もし違うと一言言ってくれればすぐここを去ります。私だ。牵着我的思念飘啊飘，落在你身边，拂晓带来了笑颜，带走你的笑脸，转身越行越远。风吹乱，吹乱我心，化作灰飞向地平线，在看不见的地点，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。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思念，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？送给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诺言，好让你等待，等待下一个美丽的春天。吹乱我心，化作灰烟，飞呀飞，飞向地平线，在看不见的地点，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。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思念，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？送给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诺言，好让你等待，等待下一个美丽的春天。